近日，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电影《小巷管家》首映式于北京市隆重举行。本片由著名导演巩汉林领衔主演，著名演员张英、方清平、巩天阔、张兆北、张金生、翟小欣、孙倩、孟秀、李勤勤、贾雨兰、刘大为、卢秋红等联合主演，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导演郑浩执导，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马全联合导演。这个小巷管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我们北京市区啊，某些社区胡同里边都有这样一个小巷管家，是纯粹的义务的啊工作者啊，不拿一分钱的，就是为小巷和社区的老百姓们服务的。我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我在这个戏里就演一个在胡同里土生土长的女孩子，她在国外去读书，晚上那个，但是在国庆的这个前夕，她还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然后而且说，我的孩子生下来，我要给他起名字叫钱国庆。随着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基层治理工作深入推进，全市越来越多优秀的小巷管家涌现出来，该电影及时聚焦于此。这是真人真事儿，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处理。我觉得我演这部电影呢，实话实说，应该说我自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算是受了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据悉，本片将于10月29日与全国观众见面。